开始。各位老铁，我是刘伟驰，希望你们双击撩撩撩。Perfect， 完美。那个撩跟六，哦，六很老土，那个撩很棒，像成龙大哥那个端哦更棒。再来一个吧。电影需要故事，电影节目也需要故事。你的电影故事我完全不感兴趣 ，Nothing。再来一个吧。大佬啊，而家粤语就啦，怎么知道咁辛苦为乜？再来一个吧。你能比资方还专业吗？按资方说的来。观众喜欢看动作片吗？要打，说动嘛。电影业界应该直接变广告。有 logo 有 logo 就可以啊，大角色不用啊，小角色穿一下，导演答应吗 ？OK， 老生，你有咩想讲咪直接讲咯。OK，This、okay. movie is all about communications。OK， 不如拍翻多啲 D 站。OK， 我有个想法啊。OK， 喂。OK， 导演，这次 logo 拍得特别清楚，我觉得还行。现在行吗？行，行，你拍啊。OK。